你才告诉我被马拉造车，他告诉我被马拉造车，弯造几辆了弯啊？啥啥弯？自己是不是差点？咱俩差点撞了车，知道吗？我这现在心里就砰砰砰砰的，别在下。你看一下，我今天差点命就没了。检查一下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啊？那要倒霉吗？他天天上高速砸车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被砸司机师傅，差点没翻了车。人家行驶当中，差一点，我命。他拿石头扔的，这是今天砸的啊！今天就砸了两辆，昨天砸了五辆。高速车速这么快，飞了一个石子砸一个，砸一个位置都断一颗肋条啊，断个什么的。他是大车小车都砸，还不是光砸砸。他现在从那个桥底下那，小车速度还快。有一个小窝，那里面都是他捡的石头。打一个进去得了。咱主要是把孩子看好了呗。你知道砸了多少辆车了吗？啊，你爸打工能挣多少钱？一辆车赔一千的，赔两三万了。俺哥把什么货？把货。